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，欢迎所有的人在这里与基督同在。今天的万圣节的地方是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要成为基督徒，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流行。基督徒的人口在台湾。 150年前，甲几个啊宣告书。150年前只有几个宣教士在台湾。今天，150年后，你知道台湾的基督徒的人口是多少吗？台湾的基督徒人口是多少？占总人口是多少？百分之五，安尼一百个，五个。 但是，兄弟姐妹们想想看，无论是150年前彰化市只有两三个基督徒在这里，还是150年之后，彰化市今仔的人口数就基督徒的人口数也不多。但是你想看卖基督徒，伫彰化市彰化管区，150年来对彰化管区今年的影响偌大，大大远超过人口数的比例。 你会讲阿弥陀，这个叫做基督徒。成为基督徒，一个真要紧的指标。成为基督徒，不是干流行；成为基督徒，不是伫咧赶看一个闹热。成为基督徒，耶稣讲：恁若要成做，要对我成做我的学生，恁着安怎安怎安怎，这是今仔日咱伫咧思考的。所以，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。 最基督徒是最耶稣的学生，本地伊个。Be a Christian is to be a follower of Jesus. 我想咱到底来读，今仔日咱读了一段圣经，那么我们一起来把今天的经文再念一遍。You can, I think you should read the English version. Okay, 来，罗马九章20到。 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：“上帝所定的基督。”于是耶稣严严地命令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。接着他又说：“人子必须遭受许多苦难，被长老、祭司长、经学教师拒绝，被杀害。” 第三个人讲复活，各位在这里，耶稣问他们读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班长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上帝所立的弥赛亚。”弥赛亚还是基督，其实一个很简单，就是上帝所赋予的一个上帝说。 Annoyed that one， 但是耶稣讲，我既然是对上帝耶稣来说，我以为我的确有三项代志发生在我的身上：第一，我必须遭受许多的苦难；第二，我会被拒绝；第三，我会被杀害。对上帝耶稣来的，上帝说，我以为。 并且不是得到许多上帝来的好处，反而是会受许多的苦难，会受拒绝，甚至会被杀害。是的，耶稣30岁出来，30岁就被杀害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故事没有在那里结束。所有的奇妙的故事是从他被杀害之后。 第三天复活， God lifted him up. After his death, God raised him up. Then a new story comes from there. 因为，这基督徒的信仰，甲其他宗教的信仰少无共款。其他宗教的信仰，我相信我拜拜，然后我希望会当得到信仰的保庇。我付出淡薄，我会当得到更多些。是这个，这基督徒的信仰，不是。 耶稣讲：“你若要做我学生，你咪 follow， 你就是
你会，你自然自然，你的人生会拄着这样代志。 OK， 耶稣讲，我是上帝，是我认为人做的拄着三项什么代志？我们一起说说看，三件事：第一，受许多的苦难；第二，被拒绝；第三，被杀害。但是故事有没有在那里结束？没有。第三天要怎么样？反复。基督徒有一个国外的嘛。 因为死是一件死了，但是梦是结束，但所谓信仰是出世一挂，所以基督徒一个真可怕的特征是基督徒唔惊受苦，基督徒唔惊受拒绝，基督徒唔惊死。你知影一个信仰人唔惊死，伊传达出来的价值观有多么强烈？在这里，基督的信仰他承认这世界里面有许多的苦难。 基督的信仰在这里承认，这个世界有许多邪恶的力量。你做的再好，你做的越好，可能抵挡你的，拖你后悔的越多。人家伤害你，可能不是因为你坏伤害你，人家伤害你，可能是因为你做的太好，所以嫉妒你。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认定。 所以在这里基督徒，你这个苦难变化已经先，那你听条件信用说，我凡事相信，我凡事相信。There's a faith, there's a belief, I believe in God. 我信，我相信上帝的手是奇妙的，他会转化一切。所以既然我有相信，背后我有一个上帝，最快要到最快的我度，那安尼。 现在讲些苦难，现在讲些受苦会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为了那个更美的价值，我愿意向前继续向前，就是流着眼泪也要继续向前。因为上帝会转化一切，因为上帝会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谁得益处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爱神吗？你会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子民吗？ 假如你有这样的深信的话，你会继续保持良善。基督徒最重要的是，咱永远承认这世间有苦难，咱永远承认这世间有最最邪恶的鬼来逼咱存在。但是咱千万都唔惊，因为耶稣讲，恁是世间的光，恁是世间的盐。这世间有黑暗，但是咱若光只要甲拍开，电火拍开，黑暗就消散。 这世间咱唔惊罪恶嘅人，但是咱惊不义嘅人无存在。迄个不义嘅人，充满真多，然后义人伫倒位，义人在哪里？义人越多，社会就安定。基督耶稣嘅死甲耶稣话，是咧唤醒所有军队嘅人，恁拢爱行做黑暗中嘅光明。所以苦难的十字架，在上帝的手中，他会变成荣耀的十字架。今日活在人信仰所以，不是信仰所以，常常会把十字架的项链挂在颈项上。你要忘了，2000年前，那个十字架都是罗马帝国定死他们的罪犯的刑具。一个可怕的羞愧的刑具，今天竟然转化成荣耀十字架，挂在许多人的身上。 因为一个人，因为耶稣挂上去了，羞愧变成荣耀，苦难变成得胜，因为这是一个奇妙的记号。耶稣继续讲，9章6到23节到25节，咱倒点过来回去来读一下，看看预备。哎，耶稣又对大家说：“如果你们要跟从我， 就得舍弃自己，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那想救自己生命的，反要丧失生命；那为了救丧失生命的，反要得到生命。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，却失去自己或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没有。这个叫做金金策，耶稣会讲一。
继续跟所有伫身边的人讲，若有人要问对我三项代志，拄则耶稣伫咧讲，我人子的确会拄着三项代志。即下伊阁继续讲，恁所有的人，恁若爱对我，恁咪拄着三项的代志。当然，他说我人子必定会遭受三件事。他现在对所有跟随他的众人说：假如你们要跟随我，你们也必然会遭受三件事。这三件事是什么事？第一，你们要怎么样？舍弃自己。第二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第三，来跟从我。舍弃自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来跟从我。所以，做一个基督徒，甲别人、甲这世间的人的价值全无共款。世间人就是伫咧，一切拢为着我，我，我，人不自私，怎么样？天诛地灭，这是世间人，这是台湾人的风俗。靠人的无为着家己咧，最寡的无为着家己咧，最什么都无为着家己咧，都是为了自己、自我、我和我的家这好处。这是最压缩学生，你得把第一项代志舍己，看无家己，把依落把迄个我提入去你家己。假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所思所想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而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。自己反而变成非常非常非常次要的位置。各位，这是一个价值观完全的改变。第二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天天有没有休息？我告诉你，要成为基督徒 7-11从今天你告白了之后，你的一生就是基督徒。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什么叫做你的十字架？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名分，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责任。你是学生，你的学生，你有做学生的十字架，你是人家的父亲母亲，就父亲母亲的十字架，那个责任，那个角色，那里有多少多少你要负的十字架？你成为人家的儿子儿女。你做儿女有多少的本分要尽，没有其他的理由说我很忙，我很忙，忙碌不是一个借口。你要天天背起你在上帝面前领受的一些名分，那个名分背后有许多的责任，把那个背好，把那个做好，所有通过你手上所完成的工作，所有人都说，哎呀，你所做过的事我们都放心，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也很有责任感，也很能够被信任。所以这个基督徒不用别人，不用别人管你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呢，实在是不用政府，不用警察，哪行都不用。咱家己的标准比别人更加高。你要讲阿面无？因为你若真正要跟对伊，你家己的角色、家己的责任。所以真侪人嫁娶拢爱，恁咧是毋是基督徒？名基督徒好，我安尼查某囝嫁互你，基督徒，阮好心娶你，因为基督徒的家庭出来，互人感觉加一份疼心，加一份激情，可以信赖。家对因为属耶稣，你要成为我的门徒，舍己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要怎么样？来跟从我，跟随耶稣脚中行。耶稣死了2000年之后，整个世界被他推翻，传统的价值被耶稣推翻，凡耶稣走到的地方，他的文明就出来了，他的社会的运动就不一样了，
所以耶稣信耶稣的人口数越多的国家，他越有公平正义。啊，这是一个真奇妙、真奇妙的书。最后，这个亚述都讲一句话：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，却失去了自己或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因为唔通用你的社会的成就，怕害你的健康。 唔通用你的成就、成功来损失你的性命。耶稣讲，人就是得到全世界，损失你的性命，有啥物路用呢？无。What does it profit them if they gain the whole world but lose themselves？ 我想，性命伫上帝面前上要紧。咱有一句话讲，身体发肤啊，怎？ 受之父母，你若疼你的时代人，甲你的身躯顾好，你的身躯臃肿，就是对时代人上好的孝敬之一。赚够偌侪钱，四年无起来，父母痛心嘛痛心。因为耶稣三十岁所讲的话，到今仔日拢伫咧影响世界，伊拢伫咧正做即个世间上先进的思想。 那上帝安排你伫这个世间，就是真要紧的。每一个人的性命，这个目标，伊就有，有那个 has a purpose。啊，你性命的目的是什么？大家人用你一世人去交际，你跟我无同款，所以唔免学习我。咱这个社会直直叫咱都爱学歌星、学影星、学啥物人，大家人拢有真多偶像 ，please。 遐个人是干呐，互你小可快乐一个人，尔，伊个性命无啥物代志通好。咱咧讲的是你性命价值，性命意义，创造这个社会新的价值。今仔日咱讲不说咧，要参与伫圣餐，伫这个叫三个R，第一个R是 return， 上帝神保佑你回转，活过顶。 你原本伫咧往遮行，往世界行，通过即个洗礼，上帝神甲你叫你来 return， 我倒转往另外一个方向行。第二是 reborn， 重头生，妈妈甲你生一摆，行到即摆三十年、五十年，你到即久的人生无一定有真多真多问题伫遐。耶稣讲，伫上帝神内面 reborn， 重新过一摆，信心生你。 你对哪开始你的信念是定义来信念，讲这些新创造的第三步啊，就是你生命要更新再造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新创造的人，你的信念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意义，一生为了迄个在跑走啊。你的人生的目的在哪里 ？What's your purpose of life？ 我想这是一个 calling。 上帝是继续伫咧呼召你，来下一页 please， hello，OK， 伫这个家，这是咱彰化市的市民，嘛是咱彰化市第一个，应该是第一个吧，应该是第一个荣誉市民吧，这是什么人？老兰医生，哎，今日老兰医生。 一个苏格兰的人，百多年前一个苏格兰的人，甲台湾什么关系？台湾百多年前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所在，是一个反正病情厉害的所在。伊伫苏格兰做医生，伫苏格兰摕着博士学位，百多年前摕着博士学位，佮做牧师的医生。这款的人来到台湾佮创啥？佮台湾什么关系？只是为了爱，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 耶稣基督呼召他，你要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、最恐慌的地方，在那里点上你自己，燃烧你自己。所以他们就来了，千里迢迢。因为大力兄弟在中间留下一个 model， 来，我们学习那个偶像。 兄弟姐妹们，要学偶像，不是歌星、影星，是要学这个，是你的偶像，生命的偶像。注意讲，两代
老人医生夫妇甲第二代，咱台平医生夫妇两代死的医生留伫咱遮，听到因两代拢退休转去，甲咱挂两个卡棒转去，开创者院长两代拢医生。因为这若伫咱个东方人个价值，当台湾人个社会，两代做医生伫遮，得金着款偌济财产，偌济金啊，甲得去 ？No， 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舍己的人，成为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，他们把爱留下了。因伫伫伫咧追求真做上帝百姓一项，荣神益人，然后使人因我们。然后第三，爱人如同爱自己，就是他们的心中只有爱。那你当个即世人，咱到底读一个好无？一辈来，容神益人，第二使人因我而活。第三，爱人如同爱自己，就是心中只有爱没有恨，因为活出爱是实践基督信仰的总根源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信念。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 very clear, very simple. Not for yourself. 因为讲这基督徒和讲这其他的宗教信徒无同款，其实根本上的无同款。老人医生甲伊个囝，咱特别医生，因两代死的人。我伫读中中的时候，机会看到老人医生夫妇。然后我过来遮做病院牧师的时候，我有机会搁陪伴第二代夫妇，呀，因实在是真感谢，因为是一个真的基督徒。所以，因为伫咱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小基督。你要成为基督徒，你就是一个小基督 ，a living Christ。希望每一个人真的在这里努力去爱、去牺牲、去服务。基督徒不是为了拿取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，而是为了爱去分享、去服务。因为这些行为的经典的这个经要经经要经的，不看不像的生活方式。要真侪基督徒，我想咱大家人拢来，我想今仔日只个只人听人家所写的话啦。我讲你拢有分参与一届新生命的新生活运动的创造，加入这样的一个新生活运动，加入这样的更高人民是更高生活品质的运动。假如你愿意的话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心理的基督徒。我真欢喜有一个人，这世间有一个人叫做印度的甘地。甘地去英国剑桥大学读册。伊伫遐得着福音，伊伫遐读耶稣的山上的巴福，伊受耶稣影响了，伊转去到印度，伊甲人公开宣告，伊要继续成做一个印度教的信徒。但是一生行出来的就是学耶稣的关系的话，伊内面学耶稣的性命的话，伊外口披的是印度教的教徒。你看 ，Gandhi。那伊即款死了，到即久所有后继人有一个我拢画出甘地迄个精神，因为甘地的信仰来加上了耶稣的元素，爱以非暴力，然后把英国的势力赶出去了。马丁路德金一个牧师对美国还能够招聘啊，一个马丁路德甘地一个有什么叫做真实的爱。然后甘地来讲，我其他的拢是甲耶稣学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奇妙、很奇妙的生命的故事。可能人的生命会结束，人的生命会死，但是耶稣在这里又说了一句话说：说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来，我郑重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爱自己生命的，要丧失生命。愿意牺牲自己在这世上生命的，反而要保存这生命到永生。基督徒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但是它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南大卫医生他落在地里死了，
他竟然割他太太大腿骨、大腿骨的肉，去补一个陌生的孩子做基调小朋友的伤疤。一个创始人院长夫妇竟然割自己的肉，放在一个陌生小孩周金耀的身上，这个叫做爱，这个叫做牺牲自己服务别人。中华奇人往南来当地的五块的人拿来拿，所以张华师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转型正义的过程，我们有更多更多的转型正义。就比如刚刚看到遐个迄个你若注意看哦，你等你找看嘛咧，迄个收垃圾车，收垃圾车，你若垃圾车面顶拢有盖一个牌啊，一个牌啊，即摆来宣导，当时爱拜拜，当时爱，垃圾车顶面。既然拢打，当时即摆机会到，当时爱安全安全，啊拢一个拢有连锁活动。从这里转型这一部分的未来，有希望都把这些拿掉。嗯，政府单纯为人民服务，因为这个社会有许多太多的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政府不要站任何的边，很公正的为人民，来向人民服务人民。我在台中募会的时候。对不起，我做了一件事情。我因为胡志强市长要在大安海水浴场那里盖了全世界最高的妈祖庙、妈祖像，我以牧师的名字带领一群人，我提告。现在告在那里，那个妈祖庙就告不没有妈祖像就没有告成，没有盖成。因为不能用人民的税金，又不能用公家的土地来做那一件事情。这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正义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，我们要用爱来造福这一块土地，我们要护守这一块土地未来的安全，未来的高尚，因为我们的人民，希望我们的下一代，因为有信用，每一个人的信仰是可信，啊，信得值得。祝上帝万福有力，要你我的勇敢继续迎接事故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你面前，真的找到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目标。只要我们真的活出自己的价值，哪管我们生命只有30岁，只有50岁，只有70岁，活出价值的人最美好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、信念、人生观、人生的方向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